学会做这道虎皮鸡爪，你的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哦。鸡爪去掉脚趾尖，冷水下锅煮掉血沫，捞出沥干水，趁热下老抽给它上色。这么认真教学，记得点个爱心支持哦，谢谢啦。把锅烧热下油，油温烧到五成下鸡爪，记得马上盖上锅盖，要是不盖的话恐怕会溅得你一脸的麻花哦。开盖之前先关火降温，捞出来立即泡冷水十分钟，锅中下姜、蒜、葱、干辣椒、八角、桂皮，下鸡爪，加啤酒淹没食材，不够的再加点水、盐、蚝油、生抽调味，煮开后改小火烧30分钟，出锅啦。主页有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不知道吃啥，记得来我这边找灵感哦。